一个人去吃368元美味的日式晚茶自助，能有多快乐？去年没吃到新品，感觉褒贬不一，也是被好多人吹爆的。简食团最好的虾肉会给你一种极大的满足感。今天点这一道菜只为讨一个新年好彩头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友。天色不早了，今晚想吃一家黑珍珠米其林双板餐厅的自助夜茶，368一位。这一家去年我有吃过，只有中午档是298，今年还出了一个夜茶。本来想约中午的，结果呢都被订满了。他们家无论是菜品、服务和环境都比较好，过年啊请一大家子吃饭也合适。哦对了，今年我还准备点一个黑松露小青龙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新年快乐。正好我预约了一位。好嘞，今天是用的是自助还是自助？我在想单点一个，你们是不是有小青龙？可以的。好嘞。正好坐在他们显示屏旁边，光线有可能会随着它屏幕的亮闪变暗，不一包含一下。菜单还是老样子没有变，点心鱼子虾饺皇、淀粉小笼包四个，红韵羊肚菌饺之前好像没有这一道，黑鱼子烧麦黄、黑松露香芡饺、樱花虾脆皮咸水饺、喝个茶锅儿前菜，我点反了。乳鸽、酸辣玉米瓜、清口解腻、话梅圣女果我也爱、豉油鸡、跟锦烧鹅、羊肚菌炖花椒汤、芥末虾球、蒸圆贝、鲜鱼味、剁椒焗鲜鲍、海山谷很好吃，非常油酥、金沙芙蓉豆腐。Hello， 小姐姐，我点好了，谢谢。上菜。咱先等着吃大餐，饭后合。第一口，芙蓉金沙豆腐，有小虾米，热乎乎。温温吞吞的。油润，可以吃到咸蛋黄的颗粒感，香软滑口，限量的一个炖蓉粉丝蒸圆贝，炖里清甜油润，还没尝出啥味儿，飞了。话梅小番茄，带有梅香气的去皮小番茄，冰冰凉凉，梅子的酸甜味，口口爆汁。芥末虾球，每一位食客来必点的一道，也是被好多人吹爆的，个头贼大 ，Q 弹饱满，芥末的刺鼻感让我整个人都通透了，虾肉弹脆鲜嫩，乳鸽咱必须趁热吃，每人现点半只，这一道属于褒贬不一，甜谷风味的，谷香味浓。水平退步了，一年首吃他们家的时候爆赞。我们刚刚放的时间久了，里面烤的火候有些大，脆皮的酥脆与割肉的柔嫩结合，少了点爆汁的感觉，水准有点不稳定。各自翅膀就烤的比较干柴。烧鸭的摆盘有点潦草，应该是中的摆盘不是那么好看，还挺好吃、啊、瘦肉绵韧，皮烤的脂肪特别丰盈，口口爆油水，酸梅我的黑松露小青龙来了、好漂亮，味道也太棒了，剔除了青龙的肉去爆炒，龙虾尾部的肉收缩得很紧密，带了壳的，每一口虾肉上都挂满了汁儿。简食团最好的虾肉会给你一种极大的满足感，脆口吗？像山药做成的圆柱体，虽然说是黑松露小青龙，但松露的味道没有那么明显，你都感受不到。很好，剥离壳。过年饭桌上整上这一道菜还是挺有面的，口口清脆，与龙虾紧实的口感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今天点这一道菜只为讨一个新年好彩头，待会儿打包，因为还有下面好多自助的餐食等着我呢。
小姐姐，我这一份先打包吧，先吃自助的菜式。好的，谢谢。炸肉也叫海山骨，一定要趁热吃哈。外层的薄壳极轻盈，很酥脆，内里咬开是莹润的脂肪，属于你吃一块会感受到极大的满足感。多吃几块会有点小小的腻，外皮的这种酥度，肥润的脂肪，在嘴巴里越咀嚼越香。必须整口清口的玉米瓜，糖醋口，它浸泡在糖醋汁的罐子里，浑身被烟雾味，清脆爽口。心味道，内里有文章，豉油鸡给的也是中段。鸡皮被老抽泡过了，辣椒黄豆香，鸡很嫩，好吃。豉油鸡和烧鸭分量都不是很大，很有味。虾饺，真甜。你们如果点一，就是上一个烧麦，一个虾饺。我每样点了三个，凑了一笼。绿色放的很多，分点一看都是师傅手工做的，那边明当厨房。里边没有流血鹌鹑蛋，我还在等它爆汁的内心。真没有了。真假的？去年还有呢。虾饺皮薄，透过薄皮能看到它饱满的内馅，叶子镶嵌在虾肉斗里。培乐真点，我也变得没有那么精品。用料还是蛮舍得，三颗饱满大虾仁，黑醋猪蟹粉小笼包。肉馅咋了？上头的黑醋猪起了一个解腻作用，淡淡的酸味，微乎其微，几乎感受不太到。灌汤鱼翅饺，大蛋的黄色饺子，虾饺内馅的汤鲜味美，盐的饱和度稍显有一点点的高。尖椒鲍鱼凉拌，甜辣口，肉质紧弹，放了一个面叫毛线。说实话，给我吃热了。哦，好，羊肚菌饺，黑松露饺子，不好看，有点好吃。褶子处的皮略厚，茴香与黑松露的结合。那里还有一些青醋马蹄筋。红色的去年没吃到，新品，这不错，油润，韭黄加仁木耳结合，不是会让你惊艳的那种，属于吃得很舒服，芳香淡雅，这个巧克力很像热可可高乐高，很喜欢吃他们这个果冻内镶嵌着各种水果。这些应季的草莓上当季放的比较多，榴莲冰淇淋，黑樱桃冰淇淋，下面有粉粉，好像是花椒粉，原味的冰淇淋，榴莲都没给我。像吃雪泥，口感很好。今天的自助就吃到这里。总的来说，他们虽然放开了夜茶的价格，也比中午档的要贵上几十块钱嘛，但是我觉得品真的没有给到我特别大的惊喜。要去年有部分的品做了一些升级，一些粘点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惊艳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服务以及他们家的甜品都非常的好吃。那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。晚安，马克巴卡，带你回家。还给我送了一个伴手礼，但咱还是得实话实说，帮助他们进步。